high five 和呐喊文化。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们是乐队，是徐艺洋吗？对。这边这些仙女就没怎么说过话。长得好美，我的妈呀，仙女！美美美，美美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我要说三遍。像徐艺洋他们那组就真的就是绝了嘛，那个脸啊、腿啊、身材、衣服各种，那个头发一飘起来，就那种感觉就是很好看的那种感觉。来介绍你们自己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八四四乐队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Hi Fi。怎么了那位少女，他妈跳上秧歌了是什么意思？我在上面腿有点软。没事，超级自信，因为你们可能是都是腿太长了。这腿我逛朝阳区三步就逛完了。我跟你说这腿实在太长了。你看着那些腿再看看我们这是啥，这是什么玩意儿。行嘞， High Five， 那请开始你们的舞台。站在那里就有女团该有的样子啊。首先刚才一上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整个形象上面特别的有视觉冲击，有女神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没有选好，你们要跳慢舞还要控制，唱这种旋律的歌曲其实不太好唱的，而且它音域又在那个半假和真音之间那个位置，其实很难控制。其实不如选一个强烈的舞蹈，或者选一个音调那东西再低一点的那个位置的会更好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表现都OK， 谢谢教练。他们五个人的外形其实整体感觉就会让人觉得是女团的感觉。对对，然后他们选这首歌虽然是慢歌，但是其实是最能够展现，让女生慢慢的展现女性的美的，包括线条啊，包括眼神啊，包括一个手指尖，我觉得这个舞台是一个享受。谢谢教练。我仔细听了一下徐艺洋的声音，其实是非常好听的，虽然你的部分并不多，但是每到你的时候还是很容易把我们对吸引到，目光吸引到你身上。谢谢教练。特别好看的表演。哇，这怎么比啊，这两个团 Beautiful， 我觉得很好，是非常标准的女团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形势在变化，在不一样，对自己的认知和意识也更加强了。我觉得
没必要所有的东西都按一个标准去定义，也有不一样的女团风格。因为他们一直坐在我们的前面，看着他们感觉没有什么那种杀伤力的感觉。教练们好，学员们好，我叫吕思英卫，也是乐队里的贝斯手。大家好，我是呐喊文化嗓门最大的吉他手庞雪倩。我是乐队里的输出型吉他手张春如，谢谢。我是见什么都想打两下的打乐手王珂，这个乐队的鼓手。女鼓手最帅了啊！哇哇，在我楼上天天敲鼓的就是他。好，那你们今天要准备的这个曲目，老师，要不然一会儿看。行啊，还。我也喜欢传递能量，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给大家带来能量。女鼓手打鼓是有多帅气？太帅了！哎呦，太帅气了！谢谢教练。他们女主唱也很棒，是不是？对，是范儿很正。其实我从很早以前我就特别想学架子鼓，超简单，真的。来，现在试一下吗？现教现学吗？对。我的妈呀，这个真的！你想就去做嘛，那不是现成的吗？二三四一，再继续敲，连着敲一，然后心里数一二三四一二三，然后在一的时候踩地鼓，一起不动，一二三四，对，一二三四，对，一踩脚，现在已经打出踹门的感觉来了。有人吗？有你快递。二三四，对，哦，厉害！你看，只要肯学就可以学会。我的架子鼓生涯从今天就开始了。那也是想太多了啊，这个还需要很长时间呢啊。在录节目的这段时间，我可以请教你吗？当然。啊，我有老师了。那你这个酒店的邻居啊，会非常的不开心。我在隔离的时候拿了一个雅鼓店的，然后呢？反正他的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们都不太好，然后主要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住在我楼下那个2113的人是谁。啪啪啪！他们都知道啊。Sorry。他已经一个月没睡好觉了，你看看脱发脱的。睡门都被你吵到了，楼下也被你吵到了。我对不起你。